本节目由新轻奢主义白酒泸州老窖高光独家冠名播出。2020 has not been a kind year. 大家都不能出门，没有演出，计划都没有做成。这次为什么会来当选手跳舞？真的是非常想念这种感觉。作为一个女性的艺术家，是要做很多很多的牺牲。It takes courage for me to prove myself. 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小美人鱼举起一双美丽的、白嫩的手，在地板上轻盈地舞着。虽然每当他的脚触到地面的时候，他就像在快刀上行走一样。我会还会选择芭蕾，因为芭蕾太美了。但是职业舞者的话，你真的是要付出很多很多。太阳从海里升起来了，阳光柔和的、温暖的照在冰冷泡沫上，因此小人鱼并没有感到灭亡。一个人在世间上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已经是很好了，就做一件事情，做你爱的事情。每个人有每个人过的方式，我只是想把自己做得好一点。可能是个人生梦想，意义是需要改变的时候。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如果你决定了，就一定要尽全力的去实现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跳的30岁、40岁的。因为时代改变了 ，You realize that the world is a lot bigger。我一个人追求梦想，必须去难的那一个去跳。生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找着一个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去享受它。人是时代的一部分，时代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时代。今天的世界之丰富和变异之快，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一个落脚点？On this Thursday night, the dire need for medical supplies for our healthcare workers. The Prime Minister says help is on the way. In the coming days, we will be receiving millions more items. 。Girls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guys, isn't it? Doing so much makeup on stage?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you're doing some like skincare,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Because 疫情的关系嘛，圆圆就是怎么把它补充一些营养呢？我就想说弄黄芪是补气的，50克，然后一把西洋参片，然后。10几克红枣，把它洗干净以后就放在这个里面，1个小时，就煮汤，煮汤了以后就当水喝。2020年，对于谭媛媛来说意义特殊，不知不觉间，这已经是她在旧金山芭蕾舞团度过的第25个年头。每年1月到5月，是舞团最忙碌的演出季。谭媛媛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和家人一起过春节是什么时候。妈妈介绍一下我吃什么。每天早上，我们全家都会吃这个麦片。So that's cooked. Before the 把粥热起。然而，由于疫情的影响，舞团被迫关停。他已经离开舞台整整3个月了。Hello.
Hello, we are trying to reach the vehicle owner concerning your car's extended warranty. You should have. 垃圾电话。I am crazy. I'm using a little bit of some herb powder to put in my cereal. You're the one scoop.对于芭蕾舞演员来说，能够在舞台上持续绽放25年，是奇迹般的成就。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舞团原本计划在4月间为谭媛媛举办盛大的庆祝典礼。然而现在，典礼只能无限期的后延。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3月6号那一天，我们正好是上演，巴兰青的《仲夏夜之梦》，然后突然就是他们所有的人就是有一个广播说，刚刚我们的市长下了一个命令，是因为这个疫情已经开始非常严重了，要关闭这个 Opera House。Hi, good morning. All right.Guys, hello, good morning. Nice to see everyone. Let's start. Nice flex y puente and follows a la second and overpaye a la second. 当时他们说要把这个 Opera House 这个大剧院关掉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咯噔一下，就是觉得好像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从事芭蕾这个事业这么久了，我从来没有这种这么强、这么强的失落感，好像鱼没有在水里游的那种感觉。最近10年，谭媛媛把自己的工作分成了两段。每年5月结束了旧金山舞蹈季的演出后，她都会回到中国进行芭蕾舞的教育与分享。当然我们这次主题是我们一会儿会看一个被谭媛女士专门制作的一个纪录片，之后我们将会进行访谈。其实真的是，刚才观众在笑我说，就说我们退休，其实我的意思就是退役，因为我们在我们事业最高峰的时候，可能我们最成熟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身体开始下坡的时候。真的是在这种年龄还可以到现在这种成就，是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们都有同感，因为您也是就是伯明翰芭蕾舞团的首席，所以你也知道。对对对对。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啊，一位一位来哈。这个小妹妹先来。袁袁老师，就是我现在在学芭蕾，我几乎没遇到什么挫折。还有没有？哦，这位女士一直在高高的举手。袁袁老师好，我非常喜欢看舞蹈。我们一个好的舞者，他最巅峰的状态应该是30到40岁之间吧。但是每一个舞者可能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年龄和体力和自己的事业、舞蹈之间的关系。您是怎么处理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呢？可以说你的年龄吗？你不在意说你年龄是吧？有一次说过，我说35岁我就要挂靴，但现在我还在跳，为什么呢？
Joy Yuan Tin. I'm the principal ballerina with San Francisco Ballet, and this year will be my 25th year with the company. Born in Shanghai and admitted to Shanghai Ballet Dance School at the age of 11, Tan is a legend of the ballet world. She's the only Asian chief executive of the San Francisco Ballet.谭明远登上众多的国际舞台，在2004年文字成为《Time》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She won th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by the American Dance Magazine. She is not only a dancer, but also an international artist who made contributions to cultural exchange and exposed the world to Chinese ballet. 是什么让你反而变得更坚定的在舞台上舞蹈？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北京国际芭蕾舞及编舞比赛，创办于2011年。谭媛媛曾多次担任赛事的评委，这一次组委会给了她一个新的任务，让她担任开幕式的主持人。还是大家就这一份儿？不，每人都每人一人一份儿，现在还没做呢，还没做完呢。最开始我来，当然是我。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辛勤备战的选手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很高兴站在这里，偶尔当一次主持人还是很激动的。厉害。Classic jury member, principal dancer of Hamburg Ballet, Mrs. Sylvie Azizon. Azizon.美国，美国宾夕法尼亚芭蕾舞团艺术总监，安吉尔·克莱拉先生。对，我以为你写错了，前安吉尔·克莱拉。就整个这一段你要翻译。你说完了，我再翻译。你再翻译一下。哎呀，他好小。我小，三十三，你有完？那也还是好小啊，是不是？37、41。我们俩不错。这位哥哥比我大整整两个月，他三月是五月，应该是冻龄了你们。哎呀呀！都是四张是吧？就是别说这个。四张的人。别，我们还小着呢。对，我们心里年龄才29。作为特邀嘉宾，谭媛媛决定在开幕式的演出中献上自己非常钟爱的现代芭蕾《无尽的海洋》。然而这一次与她合作的搭档却不是熟悉的舞伴，而是一位年轻的舞者。第一次合作，他毕竟比较年轻，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合作过，我只能也是带他，而且我的要求非常高，所以他也非常配合。Kind of a movie just like punching. Why my toes? Yeah. Toes a little bit. Yeah. It needs to be nicer. I need to. Yeah. And after when doing the long essay, you probably.Maybe just leave your left shoulder a little bit more, let your leg go around. Yeah. 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些好朋友已经陆续离开团里边了，然后现在团里的就是，孩子特别年轻，所以交流不多。大拇指立起来，推，对，找着感觉，后背走，7、8、9，再猜。他是五院的吗？不是啊，我们的。
我们学校的是辽宁芭蕾舞团的舞蹈学校的。嗯，他刚毕业，嗯，然后七月份毕业。就跟这个舞伴一起合作了19年，然后他是5年前退休的，所以呢，那其实我们没有搭档了5年，但这一次就是突然我就心血来潮给他出难题，能不能够做几个示范？好，我现在去活动。为什么这个袜子是蜘蛛侠的袜子？我喜欢蜘蛛侠，我觉得很神的，我希望他能够一样那个飞来飞去。Damian Smith 曾是旧金山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也是谭媛媛合作了19年的舞伴。从19岁起，谭媛媛就与他相识。25年中，两个人在芭蕾舞台上创造了数不清的双人舞经典时刻。Yeah, and then go straight. And I'll just go. Yeah. I got this bad. Yeah, and I go. Bye bye. Sorry.I remember meeting Yuan Yuan, and she was this young girl, very talented, like was just going to produce, going to achieve, and going to succeed. I could see that from the first day. And she was a pleasure to partner. I mean, I really liked dancing with her. I think that it's almost like a very rare relationship that people don't often get to experience.We can almost finish each other's sentences before we ask the question.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with you. We haven't been able to meet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But because of today's reason, I hope to bring you some of the behind the scenes of our behind the scenes and some of the behind the scenes.然后能够有一些展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5年前 ，Damian 选择退役。那时的他和谭媛媛当下是同样的年纪。这一次 ，Damian 特地赶到上海看望老友，没想到却被邀请再上舞台。和媛媛重温一段往昔的时光，因为他们相信心有光自高光。这是时常发生的，因为你比较滑。我是应该给他出了难题，因为说我其实上海是我的故乡，所以呢，我说你是不是能够做一些试探？他说，我是5年没跳了，但是我说，我们试一下吧。回去就传开了，你把他骗到了上海。是。我们找出了一段当年媛媛参加比赛的录像，想不想看？来，给我们放一放当年这段特别珍贵的录像。那个时候是14岁，隔年15岁的时候就去了芬兰赫尔辛基，参加了第一次的国际芭蕾舞比赛。然后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双人舞。It was very, very hot that day. Yuan Yuan showed up with sunblock all over her body. So I'm trying to partner her, and every time I would grab her, and I would keep slipping off her like this, and I couldn't lift her. 其实最后一次
我们合作是在法国巴黎。我觉得是很难过他退休了，因为毕竟一直合作了19年，一种失落感，好像在生命之中缺了点什么。5年以后再次在练功房里，就是站在一起看着镜子中的我们，就是非常有那种感受，对吧？然后但是当他的那个手搭在我腰上的时候，我就开始眼泪下来，然后他的眼泪下来，然后他搓了给我做了一个动作，他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在一起这5年当中，所以这个是不会改变的。I think a lot of dancers, when they retire, if they have a long career, it's a big change. It's almost like losing your identity. And because you're known for what you do, and that is everything that you are, it's your entire life. 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永远活在舞台上的。几天前，谭媛媛接到舞团艺术总监 Helgi 先生的电话。由于疫情的关系，舞团已经决定取消全年的演出。First of all, it is Union's 25th anniversary with the company, and we were shut down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So I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maybe creating a solo for her.Helgi 提议以特殊的方式定格这一重要时刻，于是一段秘密的训练开始了。 Yes, Giuseppe, fly, explode, go. I never do cross training. Ballet is my workout. I only do ballet because I have 6 hours of rehearsals a day. So right now I don't have any of that. Besides.Doing the training, I probably do a cross training with Lisa in active care. Dynamic core, let's go. We got this key.终于等到了和编舞家 Yuli 现场排练的日子。此时距离上一次的舞团排练已经过去了近4个月。I feel happy to be able to dance in the studio because the floor is different, the space, and I also like the smell in the studio. I just miss it so much. And I'm very lucky I have some space like this.During the quarantine time, as you know, in at home, I only can do like very square things, and here I can just do and I'm free. And then, so nice.是4月19号，就是我会跳巴兰钦的钻石这个舞蹈，但是这个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大家都没有预想到。后来 Yuri 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在想哈，因为每一次就是世界首演什么的，我爸妈都会出现，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强烈的感到我父母对我的支持，在疫情当中更加觉得亲情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舞伴你不可以跳双人舞，而且这个3分多钟的话做一个独舞的话是非常难，所以他的建议就是跟妈妈有一个这样子的对话。我说啊，这个太好的一个主意。Hi,
This is your coronavirus update for Thursday. Recovery may never come for som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Here are the main developments with regards to coronavirus.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reached another alarming milestone.Ow. We're going to work on Yuan Yuan's feet and get them to articulate nicely. Ooh, I heard the crackers. This side's a little more complicated because she injured her ankle right before the season shut down. Yeah. In January. Yep. By January, and I keep dancing on it. You see, it's tight. So this is tight in here. Oh, it's blocked, yes. Yeah. Yeah, it doesn't rotate and it's up. No, I know my body is like kind of acting weird. It's really blocked, yeah. I'm gonna have you do a rondeshan while I work this, okay? Okay. And I'll help you, but you're gonna flow with me, but don't do a lot of muscles.Okay, I'm just gonna relax. You just kind of follow me. 2005年，在演出芭蕾舞剧《吉塞尔》时，谭媛媛髋关节受伤，一度险些告别舞台。我都自己都不知道，后来是，挨着墙，然后我的右脚、左脚就长了这么点。因为是就是胯骨出来，那就不一样的一个 balance。他人都不能动了，就到这个地步。医生呢，就是主张他要开刀。如果你动手术的话，对他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不动手术呢，静养的话，就牵涉到好多问题。当时我看到这个状况以后。当然心里很难过，因为毕竟这个受伤，对一个舞蹈演员来说是很严重的事，对他今后的他的这个职业道路肯定有影响。当时我想，我也担心过。我的先生经常就跟我说，是你叫他走上这条路，对吧？他的一生就等于是，全部献给了这个芭蕾的事业，所以有时候我也有反思了。我想一个人的人生也不必要走得这么艰苦，对吧？人生也是苦短，但是我觉得现在说这个话已经晚了嘛。你想在台上要有一点点绽放，你必须要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因为我敬畏这个舞台。Hello. And then this like. I can do. I can do. How are you doing? Hi. Hi. Yeah.Yuli 为谭媛媛和母亲排演的25周年特别舞蹈，在网络上获得了空前的关注。这一天，媛媛的好友特地张罗了一场家宴。好看，椒盐虾，好棒！妈妈也大显身手，烧上了几道拿手菜，为大家庆祝。这是芋头，里面是香米葱，
拿猪油炒的，现在猪油很，都说很健康的。Oh my god! Yeah, just for white rice. It's like a beast, right? Yeah. Wow. Thank you. My mom can sit here. I just had this amazing experience with you. Thank you so much for making this fantastic piece for me. It's my 25th year, and then I have known you for 25 years. All my life, San Francisco Ballet always connected to you. So thank you. Okay. I have to say. 对我来说，他是一个艺术家。我们一共合作了差不多，我想十年左右。然后他就退休了。后来就是他给旧金山芭蕾舞团编的第一个节目，我就是他的主演。他编舞更是天马行空的那种类型，所以我就是特别的佩服他。Just for fun。退役后的尤里，从舞者转型为编舞家。谭媛媛的代表作之一《Raku》就是他的作品。25年来，旧金山芭蕾舞团不断在现代芭蕾上推陈出新，《Finding Light》。7 for 8，小美人鱼，谭媛媛担纲了众多新剧目的主演。现代芭蕾也为她解锁了一个新的世界。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here this evening for this program. Today marks the official end of the 2020 season.A season has been full of change and disappointments, but also of hope and optimism for the future. Principal dancer with the company, Yuan Yuan Tan, is celebrating an amazing achievement, 25 years with the San Francisco Ballet. I'm very excited to share with you a brand new premiere of a solo created for Miss Tan by our choreographer in residence, Yuri Posakov.现代芭蕾对我的肢体可能更加有一些空间去展示，更加有一些空间让我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我相信以前的这些芭蕾大师乌拉诺娃或者马克冯汀，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也能够跳了这么久，不光光是用肢体来跳舞，也不光光是跟着音乐来跳舞，而是心在跳舞。疫情期间跑到一个仓库里面，这个仓库就是我一看，哦，我女儿是她20年以来所有的海报都在里面存着。非常非常好，我看了心里就好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都过了，她跳过一些什么节目，心里是非常激动，但是也很感慨。四分之一嘛，一个世纪，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在这个舞台上。随着时间的飞逝，这些肢体的语言它是慢慢的有自己的一个生命在里边，一朝一世就是这么30年的一个经历。完美主义者就活得比较辛苦，但是比较精彩。
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你们好，你们大家好。还带了一个同事，对，我的这个这次我的一个要合作一个新创作一个新的节目，就是我的舞伴，以前没有合作过，但是呢这次非常期待。他是前Houston Ballet， Houston Ballet 舞蹈首席。2020年10月，谭媛媛终于回到了剧场。此时，距离她上一次登台已经过去了7个月。啊，对了，然后再是往。走了，哎呀，下来了，被困在家里这么几个月，真的是非常想念这种感觉。哎呀 ，miss it so much。哎，这个帅 ，good。我们又可以回到练功房里面一起训练，然后让观众们看到我们的绽放。就算只有一个观众，我们也会把这一台戏演好，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我离不开舞台的，我所有的东西，我所有的能量，我所有所付出的就在这个舞台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舞者终究要谢一次幕。我想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会非常坦然，因为我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我也没有什么遗憾。2020有一个沉淀，有一个酝酿，然后再打开的时候还是进行中，还在舞台上，这是最重要的，是吧？看着媛媛姐的照片长大的，因为那时候舞蹈学校我们那个业务楼的那个一进业务楼里面有一幅巨大的，那时候还不是照片，是画，对吧？油画，一幅油画，就看着一个 Esmeralda 的一个后腿这样。就是媛媛姐，你是我喜欢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 focus 在审美，审美，就是你是我的那个菜，你懂吗？所以在想做一个谭媛媛和她朋友的演出，也许你可以，作为我的朋友，也加入我这个行业里边，你有一些新的作品，可以在这边世界巡演，这样的话就挺有意思的，觉得特别好，那你现在重心开始慢慢的往，我其实要对我来说，在旧金山我所有的东西全部跳过了，那新的作品或者是要我自己能够创作些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我想现在就可以要开始酝酿起来，对我来说也可以从你身上学到一些东西，谢谢，对吧？所以你想做这件事情，它已经就是埋藏很久了，对，已经就是深思自熟语，但是就是万事俱备了。对，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做好事，我觉得挺好。啊，终于，照片里的谭媛媛姐坐在对面，跟我喝咖啡，跟我谈合作。本节目由新轻奢主义白酒泸州老窖高光独家冠名播出。牙
装的艺术家似的。那弯真的特别爽。来来往往在冬天，冷暖都一个人担。工作了之后发现时间更宝贵，把这工作做好了，哎，那别人就可以享用这个工作。这个一块七毛五，300块钱成本，怎么买的我都破产了。其实我不是来玩的，我是真的想玩好的。哎呀，哎，你打得挺好啊。The world was more, probably more pure back then. 每天进步一点点，你一定做得非常好。你看我们的模样，涂鸦在梦想的墙上。从天真浪漫的最初，到拥抱。未来才刚刚开始。